狗恨呀，各位村民大家下午好，最后今天的项目叫做开幕典礼，我们很多的来自各地方的长官贵宾，如果我们各里都没有人参加的话，那我们七家村很丢脸。我不丢脸了，我刚刚好矮子九个领导在这里拜托你们5:30把我们所有的传统美食摆上来，穿了还也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制作方式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不要哎呀，各位村民大家下午好，目前我们的工作最后今天的项目叫做开幕典礼，那开幕典礼我们很多的来自各地方的长官贵宾，如果我们各里都没有人参加的话，那我们七家村很丢脸。我不丢脸了，我刚刚好矮子九个领导在这里拜托你们5:30把我们所有的传统美食摆上来，我们的风雨球团露里也好穿了还也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制作方式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今天不是在脚上跳，在广场跳，天天看看自己聊天就好了，不管了回家，如果有必死不回家，不要叫我不回家。来，放音乐，要不要叫广场跳？不要，我不关音乐，关灯，快起来！你们到仓库干嘛？在广场跳舞嘛。老公喊着你就该回家。但是我就问，请问谁要伤害我？拜托，请问有没有渣男可以伤害我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伤害我，蹂躏我，拜托，给个机会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里我依然单身，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他们被渣男伤害，但是我就问，请问谁要伤害我？拜托，请问有没有渣男可以伤害我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伤害我，蹂躏我，拜托，给个机会吧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就站在这边，张开我的怀抱，拜托，请来伤害我，狠狠地伤害我，拜托一下。Anybody?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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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娘下载交友软体意图非常非常的明确，但是呢，我要的不是 I like you， 我要的是 I love you， yeah you know， 不是 like， 是 love， 爱，然后嘞 ，together， together 之后嘞 ，marry， marry 之后嘞 ，baby。跟大家说一个故事，我有很多的朋友都跑来跟我说，哎 ，Dora， 你为什么不下载交友软体 ？Maybe 你会在交友软体上面找到你的另外一半之类类的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今天老娘下载交友软体是 no， 当然打错喽。Why？ 因为有一次，我下载了交友软体，我就打了我的名字，然后放了我的大头贴，然后就很多人跑来密我说，哎，你是真的吗？你是真的 Dora 吗？这个是假账号吧？你是 Dora，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，巴拉巴拉之类类的。但是真正想要跟我更进一步关心的呢，是 No， 没有任何一个人。今天老娘下载交友软体意图非常非常的明确，但是呢，我要的不是 I like you， 我要的是 I love you， yeah you know， 不是 like， 是 love， 我要的是 love， 爱 you know， 爱，然后嘞 ，together， together 之后嘞 ，marry， marry 之后嘞 ，baby。Yeah， 但是也可以交个朋友啦，对不对？相信各位女生朋友一定都有遇到被男生搭讪的问题，那今天要是你不想被男生搭讪的话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今天就要来教你们如何不被男生搭讪的教学。假设你今天在夜店，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跟姐妹出来 relax 放松，然后听点音乐喝点小酒，这时候突然有男生跑过来搭讪你怎么办？首先 step one 就是口头警告，你可以跟男生说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，或者是一些需要负责任的话，比如说我怀孕了，我今年16岁，我想要怀你的孩子，我有22个小孩，我有艾滋病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下面有一根。要是这样男生还赶不走的话，就要进行到第二步骤 step two， 就是脸部警告，你的脸要表现得很嫌弃，很不喜欢这个男生，这时候就会让男生意识到说啊，这个女生好像不怎么喜欢我，她就会离开了。那脸部表情要怎么做呢？大概就是像这样，要是那个男生还是赶不走的话，你就一直维持这个动作，直到那个男生离开为止。要是那男生还是赶不走的话呢？第三步骤 step three， step three 呢就是舞蹈，你要跳一些让男生很尴尬的动作，就会让那个男生觉得，这个女生怪怪的，这个女生是一个怪咖，就会远离你了。怎么做呢？大概就是这样。你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男生的话，可以 step two 跟 step three 混合在一起，就会变成这样。要是这个男生还是赶不走的话呢 ？Step four 就是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，大概像这样。有一个男生跑来搭讪我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走，怎么办？他长得好丑，因为他想要骗我尿尿的地方。就这样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直到那个男生走为止。要是那个男生还是走不掉的话呢？你就第三步骤跟第四步骤混在一起就好了。有一个男生跑来搭讪我，他长得好丑。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，他反倒觉得你很可爱的话，这时候就要进行 step five 了，学某一个动物，你可以学鸡，学狗，呱呱呱，学鸭，呱呱，学青蛙，呱呱，学蜗牛，呱呱，学迅猛龙，学火鸡，学狐狸，叮叮叮叮叮叮。随便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重点就是要把那个男生赶走，而且动作越浮夸越好。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，这时候就要使出杀手锏了。这个呢，只有应付非常难对付男生才会使出的最后手段，就是尿在自己的裤子上，或者是大便在你自己的裤子上。这样的话，男生几乎应该99%的男生都会离开啦。要是最后的最后，那个男生还是死缠烂打不肯走的话，那基本上这个男生是可以嫁了啦，你可以嫁给他了，因为这个男生可能真的是一个好男人，要不然就可能他有点问题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么以上就是防止被男生搭讪的教学，希望大家可以活用，然后呢，有心得可以跟我分享。OK， 拜拜。